Thank you.
然后我这边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女团，是那个王博伟。那博伟他本身他是一位艺评，然后他是在艺术领域工作，不是艺术工作，他说是艺术行政工作。很开心，那我们再给那个严春跟新平一个掌声吧。其实我刚刚一个人身兼数职，因为其实我
我只要化妆上台就好，我只要化完妆坐在那边，有人帮我弄那些头发，有人帮我穿衣服，有人拿鞋子，还有人拿茶，然后我就这样上台演出。当我自己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哇塞，隔行如隔山，我连弄个头发都弄不好，所以我在家一直在练那个弄那个头发，怎么把那个头发弄成这样弯弯的。然后那个是有一个一套大学问，因为是要用树皮，用九树皮，台湾没有，在中国才有，它叫爆花。那个树皮呢，泡了很烫的热水之后，你必须要去挤压挤压，把它弄得粘稠，像鼻涕一样这样拉起来掉下来，这么稠，然后把那个针法做成的，像我刚刚戴在头上那些，把它放进去泡软，刷刷刷，然后弄得粘，很粘稠，黏黏的，然后再把它弄成那个塑形那个形状，在大家头上。可是它会干，所以你要先用东西把它这样子封起来，要算好时间。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今天演出挑战的是那个头发，然后完全跟演出完全没有什么在担心，就是那个头发还有戴那个，你们看到我戴很大那个头冠，那个头冠其实不好戴，因为从来没有人是自己戴上去，一定就是师傅帮你在后面弄好，然后你手要这样扶着，而且那头冠还不是戴到正中间，是要戴到这边。戴到这边，然后这边有个东西，有那个水钻，很漂亮的水钻，一颗一颗圆圆这样子戴到这边，那个头冠戴到这边，它才不会掉下来。可是因为我今天为了要节省时间，所以我就省略了很多头上的东西。发现在练习的时候，那头冠我这么戴它就掉下来，我一动就掉下来，哇、哦，我真的是快要疯掉了，每天在那边一直绑，一直绑，一直绑，往死里绑都不行，最后只好往正中间绑。想到了这个方法，所以其实变装术呢，你们看到变装术后面有大套这么辛苦的东西在运作，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那些人物，他后面他怎么变装到前面这个形象，他也是有大群人在帮他运作，让我们看到哦，美少女哦，型男，是我想的，那你就。从这方面去乱想，然后想说，那我就找大提琴、新平合作，我们来玩一场变装术。新平分享一下，新平分享一下，就是音乐的话，怎么样去表演，怎么去？因为音乐的话，如果是今天演出就只有演出，然后没有音乐，其实好像就也是会少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如果说有音乐的话，会增加一些不太一样的。你也是因为你也在台前，然后你也是他一个呈现的一个部分，那你会觉得音乐的化妆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对你来讲？大家好，我是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今天我比较想要呈现的是表演者的内心的世界跟他的情绪上面的变化，所以其实今天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音乐其实是比较，我采用的方式是比较大家听起来比较悦耳的，但是有很多冲突的东西，是因为其实在每个表演者的内心其实都有台前跟台后，还有台上的自己跟台下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那因为我平常演奏的演出，绝大部分应该说90%都是跟古典音乐很有关系。那古典音乐其实发展都是在台上很光鲜亮丽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会觉得说，在很长的时间下来之后，这样子的演出形式已经被大家不太接受，是因为他们听不到演奏者真的想要演奏出来很内心的感动人的感觉。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要连接起来，音乐艺术、表演艺术才会有它这样子存在。那今天其实我在台上面也是做了这个演出，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情绪，这个情绪是想要把一个演出者内心的感觉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大家可能用看的，但是用听的是比较 inside 的那种声音，我比较想做的是这个。那所以今天其实，在演出前我就跟女生讲说，上次彩排的时候她变好妆之后穿好衣服，对我来说很像恶魔一样的感觉
就是说他从一开始本来是他自己很单纯的他，然后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不晓得，我们有一个后台，就是野村一直觉得他画起来像男生，对，那但是的确是他在画到一半的时候，那种性别的感觉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跨越的事情。那再一个就是说，化妆术可以就是说表现出来的是，他可以是男生，还可以是女生，然后他穿上所有的戏服之后的感觉，已经是一个他感觉就充满了这种能量，他可以想要做任何事都可以的那种恶魔一样。今天我在台下就是开机前，我是这样跟他说。那后来刚在台上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很想演绎一个演出者的内心世界，所以有时候一开始的音乐其实是充满了有一点点中国味的东西，然后比较悦耳一点点，但是又不时加入一点点中国的东西，是因为其实在化妆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充满了一些点冲突。那一直到后来，其实他来帮我带头发的时候，其实我的情绪是实在很不想让他靠近我。没有，这是一种对，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就这是对一种本能的反应，对，就是我不想，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反映出每个人当中心中都有很纯净的某一块是不想要被别的东西踏入的，那个时候的情绪是这个样子。对，我化妆时候还蛮成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很多的，比如说像明星或什么的，然后一些比较有名，像比如说像这次已经隐退的那个江蕙，好的，然后我们好像大家都叫她，因为平常周遭的人都叫她二姐，然后大家就是歌迷也都跟着叫她二姐，可是就是你们没有，如果真没有碰过她的话，有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会有一些冲突感，尤其是当有一些政治人物或是一些明星。发生一些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可能他吸毒被抓到或什么什么的，所谓的吸毒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只是抽大麻，可是有时候大麻在国外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就是很多严重的一种所谓的毒品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就会对他的好像产生一种分裂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明明看到前面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呢他会去所谓做吸毒，好像就是做了一个坏事，那你会觉得说你会对他这个人的人然后产生断裂，就是对他的印象产生断裂，可是其实他台前表现出来是他给观众一个形象，但他私底下他有他自己的生活。那我只是觉得说有时候好像政治人物也是嘛，政治人物有时候常常就是被抓到就是说婚外情啊什么的那种，然后有时候就是那老婆就要跟着一起出来道歉演一出戏，我觉得这某方面也是一种他在挽救他的形象的一个化妆术。可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话应该是要有这么高的道德要求呢，还是他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有时候就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他如果他在做一些什么政治上的政策或什么，到底跟他的私人的感情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也可以从中去做思考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那个我们就请吴伟也再来讲一下他那个对化妆术这个概念他想到的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刚刚在看野村的表演的时候，跟小虎的表演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其实你在看什么东西？之所以有这样的怀疑，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其实来自于，其实不管是对表演艺术还是视觉艺术来讲，所有的后台其实都不应该要呈现，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没有准备好，或者说你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就被看到了？怎么可以让大家看到化妆的过程？其实这个不只是表演艺术，或是视觉艺术哦。大家可以想一下说，就像回想一下自己，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如果你在化妆，或者说你在着装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些扭曲的肢体动作啊，对不对？那个肢体动作，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个很丑，或者说这个就不是我想要表现给别人的形象？那我当然会把自己
最美好的形象想要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一定会等到我把自己画得很美的，或者说我自己着的穿得很像人再走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不会把我想要给别人看到的形象变成是一个没有经过整理的很随便的形象，除非你想要塑造你的形象叫做帅气，或者是素朴，或者是草食等等，这个就会有另外一种反向的操作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刚刚如果大家从一开始就进来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看到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删减的化妆的过程、着装的过程，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角色生成的过程。那在不管是在电影里面，或者在戏剧，或者说在各种表演艺术里面，大部分如果有，它也只是会被剪一个片段，说象征一下，或者快速带过说，他经过化妆然后变身，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幕后花絮顶多是幕后花絮，它不会在叙事的过程当中完整的呈现。可是我们刚刚完整的呈现，看到一个角色的变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到底看到什么？为什么我们进入到一个艺术家的后台，一个表演工作者的后台，一个甚至是表演工作者的内心？其实刚刚我觉得心里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心有戚戚焉哦，就是其实连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成为表演者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现在也是对别人来讲也是后台，所以我们常常会猜测说，我们看到谁在前面，像我现在在大家这边在这边跟大家聊天，大家说不定我内心突然间有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然后在后面想说。我现在在讲这个，然后等一下要讲什么，等一下要讲什么，对不对？这个我的内心成为我的后台，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以所谓的自己呈现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我们刚谈到的社交媒体上面啊 ，Facebook 啦、啊，或者是各种新闻媒体。其实我刚刚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好像，除了在偷窥表演者或是艺术工作者的后台之外，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不管是我们说的狗仔啦，或者小报啦，或者是这种媒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小心抓拍到艺术家的素颜是非常值得上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哦，为什么艺术家或者是表演工作者或是明星的素颜比你跟我的素颜更让大家觉得有趣，因为大家会，就像我们刚刚已经都提到了，就是大家都已经不认为他们的角色应该就是他们身上的被大家看到的那个样子啊，对，布莱德的，对，那个布莱德彼特他就是一定帅帅的，然后就好像不太能够太颓废，对不对？不然就是要故意颓废。对不对？就好像不太能够这个随便穿个你这样随便穿个假脚都跑出来，你就觉得这个牌子不太对，对不对？那个媒体的那个标题可能会这个牌子不太对，太便宜了，对，太便宜啊，穿搭不正确，对啊，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管是在表演上面所看到的，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媒体当中所接受的，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角色的世界。你想象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就不能讲一些随便乱聊一些跟这场表演没有关系，就会说这个台上的人不专业，对不对？我又乱聊，这台上这我都来讲说我们家的小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整场都跟这个表演没有关系，他会说这个人角色错乱。对，就是大家会先对在台上或者在某一个空间跟场景的人，会希望他怎么样的动作，就像我下来这里，我或者下来这个场地，我可能就不会在这边大吃大喝嘛，就是没有在大家随便聊天的时候，大家聊天或者在讲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吃大喝这样子，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应该是要来听
大家谈事情，或者讲一些有趣的议题。那只是如果像在艺术圈开幕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在社交，大家都在聊天，然后我就是一个人躲在旁边大三的，我朋友就会跟我说，你好像来错场合，你好像是那个某某研讨会的阿伯，专门只是来吃喝的，对不对？就是大家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不是很奇怪，就是会有这种对于场所跟场景的想象。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先抛出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说，我刚刚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一个后台，可是其实这个后台现在在这个表演场景当中，它就变成是前台。那有趣的是，到底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后台？对，我觉得刚野村慢慢的把这个前台跟后台的区分，他讲说，他好像不太知道，有时候会不太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在前台还是后台，好像随时都已经是前台。那其实我很好奇，不管是新品还是野村，就是特别是表演工作者，就是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前台跟后台。或者说表演当自己是当变的是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这前台跟后台的区分的感觉，或者见，或者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其实这是我也想要知道的。其实这也是我常常在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对，但从小，尤其是像很多像野村是从很小就开始。做表演艺术，那像古典音乐的养成，也不是要从很小就要开始。那其实我在这个圈子里头碰到很多的人，做到后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工作，对。但是我一直不想要把这个东西界定为它是工作，因为我希望它跟我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演出的时候，但是我其实讲句老实话，我在私底下。不太听古典音乐。我最常碰到朋友跟我讲说，我跟你讲，那个巴哈无伴奏什么什么很好听，听听我就很好睡。我心里想，怎么可能很好睡？我一听我就开始工作，我根本就没办法睡。所以我只要听我就开始工作，我讲真的。所以我平常不太听，我就听其他的东西。对，那。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境变化？是因为我想要让音乐跟我是完全贴近在一起。那如果我没有给自己一点点小空间，他就没有办法跟我更贴近。那这个角色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就变成有一点训练，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他弹足球钢琴，他每次在演出的时候，他都觉得是另外的一个世界。然后他演出完之后。他就要有独处的大概五分钟，他让自己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他，回家是妈妈，回家是家庭主妇这样子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样子，因为我觉得我的在对我来说，随时音乐就会跑进来，再出去。所以他跟我讲这个时候，他说他很像哆啦 A 梦有一个任意门，他可以开，然后进去，然后出来这样。然后我就说，可是对我来说没有那个门，它永远我都在进出这样子，对，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尤其是今天的演出，其实是一个全部即兴的表演。其实今天跟彩排我做的音乐是完全两码子事，但是问题是说，我要能够马上进来我现在的角色，我现在的状况，然后我就变成野村的内心，所以我才有办法拉出一些。情绪，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今天情绪好多。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我认为的，我个人认为的艺术工作者该有的心态上的变化。所以就是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线间的一直在转化。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一个演出者都是这样子，但是这是我个人认为我期望我在当一个表演艺术的工作者。我不喜欢讲工作，应该说表演艺术者的一个该有的一种很快的、快速的切换，所以连哆啦 A 梦的门都不够快，对我来说。基本上我没有
去区分前台后台，或者是有没有演戏或没有演戏，因为他已经跟着我在一起了。我每天的生活我没有在演，可是那个角色会一直跑进来跑出去，或者是自己沉溺在一个空间里面。有时候走到路上我觉得啊下雨了，然后我就一个情境跑出来，我可能就有一些动作，然后就在自己的，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是疯子吧，就一直在自己的世界。对，我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常常这样子。所以然后我清醒的时候我自己会想说，嗯，有没有人在看我或者是怎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去注意别人对我的感官，可是后来我就不管了，因为我是吃这行饭的人，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格，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生活。那每天在家呢，可能我炒菜啊，或者是我洗个澡啊，或是干嘛，那些角色都是一直这样子跑进跑出跑进跑出，自己塑造一些很多角色。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朋友会想说，你现在演戏吗？你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子的感觉吗？因为我很快速，一下感动，一下干嘛，一下怎样，然后所以会有人觉得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我是真的，每一个都是我。所以我们并没有去区分，已经有去区分说上身下身，或者是演出不演出什么，就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了，很紧密的。其实这让我想到，可能跳得有点远，但是我觉得让我马上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大家其实都，我们这个时代上，就是大家都一定都常常旅行，纵使没有常旅行，也常常那个手指头旅行，都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在想哦，就是像巴黎之于我们，其实就是所有在巴黎生活的人，都已经变成是浪漫之都里面的每个角色。我常常看到很多朋友到巴黎去旅行的时候呢，那个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就是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嘛，对不对？但是呢，所有的去那边旅行的人所加的，就是哇，你看他们的行动好浪漫，他们的行为好浪漫。然后呢，这个东西就跟像彩虹眷村。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台湾的现在有很多村子，如果说想要快速的提振他的形象，或是快速的让他观光化，他就会有很多涂鸦跟壁画。然后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或者说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在那边生活的人跟就好像怪兽村一样。就是都是怪兽村里面的员工，啊，不是，他们是怪兽村里面的怪兽。请问是谁在后台植入？对，没有，他们可能只是在生活，对不对？可是因为那个涂鸦，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涂鸦，或者是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怪兽村，所以很多我们都被迫成为怪兽村里面的怪兽或是员工。对，没有，我只是觉得说，角色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在比较旧的社会或是旧的世界，其实每一个人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被规定好，对不对？国王只能穿国王的衣服，有钱的人，贵族只能穿贵族的衣服，用那个周星驰的那个的戏剧里面的，你是一般平民的老百姓，你就不能穿绒内裤，对不对？就是那个在你的衣服上面，不管是多内贴身的衣物，绣上龙这个东西，只能是皇帝所使用的衣物，对不对？这那个角色跟他的着装，跟他的表现，整个人的象征其实是被分配好的。可是我现在其实可以就是随便在身上刺一条龙，应该就不会，还是不会有人下诏要把我给杀了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角色这件事情在传统的世界是被分配好的，对不对？那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其实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不断的在角色当中换。所以李春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嘛，就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好像觉得你随时在转换或者在演戏，可是对你来讲你就是你啊，就是可能他不是演戏啊，他是日常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
时候我们要在角色当中切换，有的是我觉得好像这在很多角色就同个我本身就有同时间具有很多的角色，那没有在切换啊，那就是我。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新平跟野村，它其实是两种不太一样的角色切换的模式，或者说对自己思考自己身份跟角色之间关系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特别是在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形象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转化。所以我常常会在路上，然后有时候也会发呆看着别人。像我刚刚在，因为有一点时间，然后我就跑去排富航豆浆，然后我就在看我前面的人跟后面的人在聊天，然后后面有一对情侣吧，对，这样算是曝光的谈这家隐私，就是没有，就是那个男生就说啊，这个如果你猜得出三个鱼这个字，念得出那个三个鱼这个字叫做的发音，那我就一辈子都听你的，好像是这样子，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我这个赌注真的很大，他真的有，不是，他觉得他没有跟真的讲出来，可是他女朋友真的答出来。然后那个男生就说：“你是猜的吗？你是猜的吗？你确定吗？”对，然后我突然发现我陷入了一个戏剧，就是好像我在看电视或者看电影，对，就是这他的情绪表示的非常的强烈啊。他也非常紧张，然后事后有一点不认，对，对，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马上觉得这个到底是一个私底下的生活模式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好像他的情节的张力或者情绪的张力，好像有时候超过我们以为的某一些张力，就是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情绪的起伏不会特别大，在一般的时候啦，对，你除非是你要求婚的时候，你才会突然间想要塑造一个空间，然后旁边的音乐要出来，然后周围都没有坐的，整间餐厅都只有被包下。你看，这是电视教我们要做的嘛，就像说求婚一定要跪下来，然后什么谈恋爱一定要去坐摩天轮，对不对？我们好像就因为这样子被置入某些角色当中，对不对？或是置入某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情绪如果没有这样子，让女主角或是男主角感动到，你不会这个求婚，或者说这个，说我爱你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好像就 low 掉。所以那个情节的张力跟角色的张力，好像一定要，像电视剧一样，像某个角色一样，一定要。用到紧绷，一定要张力到最强，然后我们才觉得这个角色，我们现在在扮演的，或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都就成功了。所以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电视剧啦，或者是某一些情节的影响，我们已经进入了某个角色里面。对，那这是我觉得今天的化妆术对我来讲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好像已经被推往某一些特定的角色的情节当中，然后用这些情节开始来想象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同时间活在前台跟后台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状况。对，随时要逼迫自己从后台赶快跑到整理好，然后跑到前台，这样子。然后那个时间的转换，时间越来越短。对，所以当我从下面走上来的时候，我就要准备好这个。讲话不能结巴，然后脚就不能随便发抖这样子。对对对对。我很自由，没有说要定。对啊，我觉得很好玩，是说，刚刚大家都提那个东西，好像是媒体。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那个文案上有写到高夫曼那个东西的话，他其实他是的确是从就是戏剧的角度出发，因为他发觉说有一些人在社会上的一些行为。它是会跟戏剧很像的，因为戏剧舞台它有一些它今天演什么戏，它就会有固定的一些道具，它
它就是会有固定的什么东西，那人的戏服就会不一样，它是有一个编码规则的在里面，它有一个规矩在里面。那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周五有办一个讲座，也是这样，我们就要让人家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座谈会，我必须这边观众是坐在这边，我们是站在这边，这样子，某方面我们也是在展演一个就是场合，场合这样子，但我们是很正常的，没有啦，就只是觉得说，很好玩的是说，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巴黎的形象，的确，因为我学法文，然后我学法文以后，每个人很常常很碰到第一次认识我的人，他说，哦，你学法文好浪漫哦。就想说你浪漫在哪里？你去那里，你银行排个队，你就要排个半天，然后什么做什么事情，你都要等好久好久，你根本一点都不会觉得巴黎很浪漫或什么之类。就是之前还有一个，我就那个时候在就题外话是说，那时候在那个法国那边交换学生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那个日本的同学，他就去那边，他写的论文的那个题目主题就是说日本人为何会对就是所谓的法国幻象破灭，他们很多人真的是带着一个很期待的心情去，然后就最后都发觉哇，完了巴黎还有整个法国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样子，然后就带着非常大的创伤回家，这样子就严重到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心理，这样子。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到底他们的这个形象到底是谁给我们的，只是因为在巴黎铁塔，还是说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很有一个很有名的照片是什么一个吻吗，在哪里一个广场，那是在巴黎吗？是吗？是，对对对对。然后是那个，可是后来也发觉那个是安排好的、啊，对啊。那就是我们这个的印象，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我们有没有去想过那个过程？那你有去过巴黎吗？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啊，巴黎就是很浪漫？我可以承认它的就是说，罗浮宫的确就是很好，那就是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画作，然后。可是你当你进去了里面，发觉所有都是观光客，你要看一个蒙娜丽莎，它就这么小一张，然后你就站在这么远的距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哎，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这个，而且我觉得，当然演出或者是演出者啊、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说，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东西跟他们从小生活就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已经是完全真的是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说讲到公领域的时候，一些公共的东西的时候，哎，为什么我们会把那个角色内化成我们自己？跟你可能生命经验也没有说太大的相关，可能当然你可能会常常接触，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一个作用吧，还是一个影响？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一个事情，这样子。现在有人这里有人没有脸书吗？没有办公，可以勇敢举手。因为像我在巴黎就还有朋友，他连手机都没有，因为他就是完全拒绝这些东西这样子。对啊，那脸书的话，我觉得当然他传播讯息是很快，可是就像比如说他们在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演出是会想，其实他们某方面他们也是在控制观众，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的演出就是要让你入戏，你入戏他有很多的装备，就像看你看他在后台要做这么多的准备，那你会觉得他这个角色出来呈现是一个很美好，或是可能要看他的那个看他的要演出的内容啦，对，然后因为可是某方面他在控制他这个讯息。我们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啊，随时可以插入，请说。有问题，我对那个野村很好奇。就是说他从那个科班从这个小从小十几岁他那个就是豫剧队豫剧的训练，传统中国戏曲的训练，他以这样的形态来展现的话，我想他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就是对这个传统戏曲或京剧或是豫剧都一样，他的行为，他这样所呈现的行为已经是脱离了一般我们既定的大家认可的，甚至于官方所认定的，所以他已经是非官方的这种行为这种已经可能早期的话可能得先脱去劳改一下。那我对这个比较好奇，就是今天不管野村是拆解不拆解，今天他走入哪一个阶段，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讲我都不是那么感兴趣，什么 FB 后面那我也不感兴趣，我最比较想了解想知道，就是说野村他在他那个转折点，十几岁到这些
专业训练场所去训练所谓中国传统戏剧。那他的在这个二十几年之后，他的那个转变是那个转变的点是在哪？他有很不错的发展的条件，那那个转变，甚至于我知道野村是外省二代，那外省二代啊，又有这个条件在传统戏曲，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戏曲学院里面呢、啊，我相信他能够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职位，甚至一个一个在一个保护伞里面，但他却离开那个保护伞，走他自己的路。我看过很多在这一个戏曲界的传统戏曲界的。有批评他的，给他指教的一些人啊，所以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看的啊，就是在外省二代啊，在一个戏曲界里面，本来有一个大好前途，那他能够走出那个舒适圈啊，走向他今天这样子。那前几天也有人说他这个东西就是妖魔鬼怪，乱七八糟的搞。这个也有人在谈这个，就是他所呈现的东西。那这个这幅画也这幅图也是野村在2012年他就做了这幅图，所以我比较想要了解想知道野村他在这些转折的过程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谢谢。那个谢谢面剧场总监胡佳。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没有正确的答案。我其实从小在那个传统戏曲的这个剧团里面呢，被训练塑形，就是规定，手就是要这样子，眼神就是要这样子，音奏、奏要照规定来，上场这边、下场那边，全部所有都是一套，按照系统。那我们从小练功被打的练功翻跟斗干嘛，那全部都有一套系统下来，每天就是这样子10年。我在想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被规定成这个样子啊？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剧团问我说要不要留下来，老师都希望我留下来，因为我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角色。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恐怖，我要一辈子被规定在这个方格子里面，就算在国家剧院演出，就算是出国演出，还是一样在这方格子里面一步一步走好来。那个胡弦一拉，你就要唱到那个样子，一个音都是要准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到老啊？但是我很爱演戏，我很爱舞台，那我要塑造我自己的舞台，我要当我自己的后台，我当我自己的导演，我要有我自己的东西跑出来，那怎么办？我丢不掉我从小到大学的东西，我的一走路一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那已经是你丢不掉的东西了，被植入了，我有一个后台把我植入了，塑造出来一个这样子的我，那我要去做我自己想要的，我不要那些，那我就只好做些突破。做些突破呢，我并没有去想说我该怎么做，而是照着感觉走。要怎么做，这个舞台我一上来它就是我的，那我要怎么展现的就是我的事情。因为那个剧团里面有很多人骂我，像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剧团的学姐才在脸书上说我是邪门歪道不可取，走歪路。哦，反正就是讲了很多很多，那也有很多人去讨论，因为剧团里面，他们的教化就是这样子，一直以来就是很传统。然后我自己妹妹也在剧团里面，她有一天终于受不了，打电话跟我说：“姐，拜托你不要再做你这些创作了，你让我在剧团里面抬不起头。”那我也很难过，她也很难过，但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沟通。我就说你要支持我的创作，我告诉他我在想什么，好，我要走我自己的路。那其实艺术没有对跟错，他们也没有错，他们完全没有错，他们也是走他们对的路。那我也是走我自己要走的路，那就不能去在乎他们了。那他们也，对啊，就是这
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妹妹就做了一些举动，她在剧团里面唱戏，到后来她不想唱，她就转回后台弄头，所以她每次就塞着那个偷偷塞一些东西给我，像刚刚表演那些东西啊，就是她借你这个给你，借这个假发可以用，借什么什么，每次一来台北就给我一点东西，点东西，点东西，我就哇、哦、好感动，她用这种方法来支持我，那所以我的转变其实。没有正确的答案，是怎么跳脱那一个点的，应该跟自己原本的个性有关，因为我不想再被绑得死死，被绑住，被规定，就像小朋友嘛，小朋友被规定久，他也会爆发，那怎么爆发？不知道啊，情绪来了就爆发啦，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点跑出来，那就做了很多，在舞台上化进去妆裸体怎么可能啊，他们只能露手指头。那个传统戏曲，我觉得分享一些。没有，我觉得传统戏曲那个为什么会有人讲戏子？我觉得传统戏曲界他们不晓得，就是戏子这个烙印哈，为什么会有戏子？我觉得传统戏曲界的教育哈都没有去这部分的哲学性没有去提到，所以刚讲的就是那个戏子很重要。那今天也就是他走出那个戏子。今天你可以一样可以演这些所谓传统的戏曲，都可以演，你还是可以演。但是在我接触过，就是在大家在交谈嘛，在讨论的时候，我发现说，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作戏？到今天哦，到今天为止都一样。但不是说他支持谁啊，那是其次，而是你在，就是说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为什么是戏？我觉得这个东西哦，不论是戏剧界或是音乐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为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跳脱某一些大家给你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其实在古典音乐界也是都是一样的，对，尤其是就说我们受的训练都是一样，是要很长期的养成，然后这长期养成之后，也就是要在某个职业性的乐团里面，然后当个演奏者，然后接下来一做就是20年，然后你会有接不完的学生，然后你就可以平安的工作度完你的一生。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想要当这个棋子，就要跳出来跟所有的人作对的时候，其实你需要的已经不是只有力量这个东西，你要非常有勇气，你才可能通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论在戏曲是音乐都是一样的事情。像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要在职业性的乐团里面，因为我觉得那样会扼杀我对音乐的喜好。那去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那我学了那么久的音乐，每天花那么多时间练琴，到底在做什么？那我没办法表现我对音乐的喜欢跟热情，我要遵从的是指挥给我下的命令。然后我今天要做的是这个乐团今天叫我去哪里演出，这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一开始踏出第一步，你就想要跟大环境做抗争的话，那即使你有很小的力量，你也就是一定要做到底，就是这样子。那到底能够有多大的效用？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我回应一下。所以那个戏曲跟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其实在中国的戏曲界要出现表演艺术家非常非常困难。那钟哥，我是觉得其实东西方面，其实我蛮高兴，因为这可能是偶然，也是碰巧，因为会这个，因为上一次的哲舞的讲座是跳时代，那跳时代也想要画我的浪漫，但是还是曾经有过
但是我是觉得不是在谈这样的东西，因为谈一个美学的，因为其实把这个议题刚刚有人在对必须，就是说其实这个蔡姨姐说的命剧，这个实际生活跟现实生活里面前后的，他谈到一个是说人的空间的位格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说英文，因为中文没有比较中文可能是自尊啊，还有一个外在，然后西方来讲在英文里面它是 man， 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概念。那讲到一个 identity 的时候，它是 person， 这样子一个组隔的概念。那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因为那个信题在讲说大体，我觉得一个大家都知道马友友，马友友他生平他的第一个叛逆的古典的大提琴的表演，他是跟意大利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手风琴的创造了古典的阿根廷式的探戈的表演的节奏，但是呢，马友友是第一个用 libero 探戈跟他表演的，哦，这是一个对整个所有的他的老师，世界级的老师对他是一个叛逆，哦，这个是一样跟这个剧情一样，但是我现在要谈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在文化的一个系统里面，因为刚好这个问题讲到一个所谓的拆解。其实目前我现在以我们台湾两个政治的部分来看，一个马英九现在马上下台，也就柯P哦，已经刚上来了。其实两个都被塑造的，一个是他在生活的从出生到他当了一个位高最高的权力的时候，他是在舞台；当他到最高的权力的时候，他是下台。哦，他没有办法，等于是在回到幕后，是他一直被解构。然后柯P呢，他是一个从没有，然后整个表演过程看得到。那刚好，他今天他讲到一个很有趣，他今天最近在东京嘛，他在参观谈到文化的东西。那他认为说，日本人这东西做得那么，我们的那么不好，这个就是一个我在谈一个就很重要的文化的。对概念，因为文化基本上有两个系统，一个又比较处于在外在，一个所以说所谓的放射系统，一个是说的。那我们讲一个就是衣着系统，一个又是所谓的饮食系统，哦，这是人的生活里面的两个层面。那衣着呢，是从你身体的外在所有的可能接触的空间，都属于衣着系统。那这个东西是刚好符合了这个所谓的化妆术的概念。那其实一个文化，它事实上它做一个也很简单。我们刚才谈了一个，就是说它做一个头发，然后一个这个化妆的这个过程，一个序曲，一个人让一个化妆，它后面的文化工业，它是经济哦，它是创造很多你看不到经济。那这经济是因为这个创作者他用了很多的 crazy 的想象以后，塑造另外一种想象的产业出来。然后后续的制造业呢，去根据这个去做所谓的创新，这才叫文化的生产，而不是现在我们的文创，说看到人家以后，他贴一下，这叫文创，这叫创作。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今天这个议题刚好可以呼应，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生产的机制，艺术家跟创作者，他如何在这个经济里面，他去走入另外一种可能性，哦，这是一个比较有趣。那再过来就比较严肃，就是谈到，我是觉得刚刚在谈一个是一个，就是如何去破解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包括西方、东西方的对美学的一个态度。那这一个，譬如说以空间来讲，刚刚回到空间以后。东方就是华语世界，我应该叫华语世界，因为还有阿拉中国这些国家，华语世界来讲，可能就是它比较属于肢体的美学。它空间的话，它谈空间是谈肢体的。那西方的话，像欧洲的话，它基本上它是比较属于节奏的，它比较声音的，所以它很多东西就是说 tempo， 然后就是慢，它是缓慢，它是谈一个节奏性的。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有趣，但是这个又回到一个，就是我讲一个，因为今天那个表演，我就很好奇说，就是这个化妆术里面它会产生的很多的符号。我们讲说，你谈到衣着的东西的时候，饮食的时候一定有符号。
你要做菜化妆，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化妆？啊，这个就是我讲的那文化的元素，它的文化普遍文化会出来。那在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是，化妆一定要有镜子。这个大家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这镜子这东西是一个很重要，包括所有的西方神话里面，美杜莎那个就是这神话故事哦，就是那个神话故事，就时钟剑的概念，就是你看到那个长了很多蛇的头发的时候啊，哦，你看到你就变视觉性的以后，你就变僵化了，哦，就没有想象，这是一个心理中的概念，这很抽象的东西。但是比较有趣就是说，在中国的所有的戏曲里面哦，有一个很有名，在古典宋朝的宋版的就古典文学里面，《丽景园》。《丽景园》里面越剧也有，哦，在所谓的就是我们讲说在昆曲里面也有，那包括台湾的转化到台湾变成转山哦，里面滑戏哦，歌仔戏，其实是演同样一本版本，同样一个美学的诠释，但是它的派别不一样。你能讲说陈山五娘她演那个东西，越剧的人说她不正统吗？哦，这是一个美学的一个创造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要回到一个你对这个作者或导演他的一个诠释，这才是创造的创造性很有趣的，我们去思考这个议题。但我是觉得，其实那个结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未来搞不好有数位化之后，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因为有看到，就台北国际数位中心，他曾经用人偶。然后能够解构以后，然后也组合变成一个戏曲，然后跟南管在表演。你能讲过100年后那样的剧是一个叫做数位的国剧、数位的京戏、数位的歌仔戏，有可能吗？哦，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进化嘛。所以以前没有数位的时候，大家在印象派的时期的时候，大家说印象派是叛逆。到底是，但就是说一个创造一个美学的时候是一个，但是它创造了多少经济？哦，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很冲突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它是最精彩的地方，因为它会过得很苦恼。哦，它会，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创造者，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做空间的，我也很怕我的空间太有秩序。因为太有秩序的话，我觉得好像很设计，所以说尽量说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会稍微秩序一下。然后因为我就不要有说太多的秩序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最后我每次工作完回到家跟你们不一样，我一定要喝酒，因为很惨，因为做空间的人完全是视觉性的。好，那你说像做音乐，你就是耳朵你要演起来；那你做表演的话，你眼睛看到你就会开始。啊，这是一个你没办法去进入那样，所以说你只有让自己飞起，只有这样，所以找到一个自己稍微缓冲的一个状态。我是觉得，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抽离现实的一种想象。但是这个东西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它本来就是必然的命题，因为它等于是在一个主格跟位格里面，它一直在符号里面做思辨。好，但是我是觉得。台湾如果说真的是要经济要好，真的是要在艺术文化里面的产业加强。哦，譬如说，事实上像这样，之前我们在谈论说，台湾需不需要有歌，就是说舞台设计这个，台湾这个小国家是不需要的，因为它制造的舞台一次都好几亿的时候，它只有演一次以后，它不需要，它反而现在需要一个就是中小的。哦，这也是台湾为什么中小企业世界制造业第一，就是因为它是只有三千万人口，它只能做3000万人口的细致经济产业。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蛮可以思考的，就是说这次我是觉得这个议题呢，我们再把它丢给柯P他这次回来以后，如何对台北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小城市里面，就是说在国际里面它是一个小城市，但是那么多元的时候，它其实它有很多的符号元素哦。可以在艺术里面去，在一个空间里面制造另外一种产业，而不是他认为说，就是所谓的文化，它只有贩卖的关系而已。它事实上它有一个生产的机制。哦，这好像就是说，当时贾伯斯他在开高层会议的时候，他的高层会议都有一个艺术家跟他开会，
哦，就是因为开会，因为他们在高阶谈完设计完后呢，他就请艺术家提个案，所以说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现在用的 iPhone 的手机，那个后来是找了一个英国做搪瓷浴缸的，哦的那个浴缸的设计师，所以他我其实是你身体在洗澡的时候最洁白、最安全感的那个造型，哦，然后做那个就是所谓 monitor 啊，那个屏幕的是透明，那个塑料的透明的时候，他就找一个做 QQ 软盘的，他不会科技，他不会，那他就说我就是要找你做 QQ 软盘的包装，帮我做一个 quality 的东西。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他创造了，他颠覆了所有的我们的固定的视觉经验的东西啊。我实际上就是戏剧也是一个视觉经验，创造也是。好，谢谢各位。好，那还有个人有什么问题还是 comment？ 那边各位打开好。大家好，我是蔡志文。那我想呼应几个台上的很有感觉的部分啊，因为我一直没听到可以询问说你刚刚的表演，刚刚尤其是野村小姐刚刚的表演。OK， 我刚刚看你那个眼神。我真的是很毛骨悚然，这个我找不出很好的形容，但是那个眼神让我觉得很震撼，我觉得那个真是精彩。OK， 那另外一个是你的那个小碎步，我觉得我好像走不出来那种步伐，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专业的训练。那最后一幕是你把镜子带走。我以为你要把那个镜子拿到大提琴家这边让他看，哎，这样的别这样 的花式，这样的头饰好看吗？结果你走掉了。OK， 那我能不能请问你，就是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个镜子的部分，好吧，我的演出呢，假使同一个演出变装术演100场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是会有即兴在台上。那今天因为我后面要卸妆，后面没有镜子，我就说镜子怎么办？然后社会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紧张。等一下呢，我会开场的时候，叫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把镜子拿下去。他们说不用，我放在表演里面。好，那我放到表演里面，其实我并没有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我知道我最后要拿镜子，然后所以呢，当我最后拿镜子的时候呢，我自己突然有一个感觉，这个世界是我创造出来的，我拿镜子出来照我自己，我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那现在我要把这个世界收回去，就像魔法一样，我施了一个咒，我要把这个咒收回来，所以我把镜子拿走，让大家如梦初醒。那最后我就把镜子照了大家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妖怪？对对，就最后收走。那个眼神的部分呢，就是除了长期的训练之外，就是与天俱来的。我在舞台上的魅力就是靠我的眼神。那我的碎步呢，这个是在传统戏曲里面是没有的。刚刚那个碎步啊，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因为在家里面随时都在那边乱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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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用脚趾头走路哎，所以就发明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体系。谢谢。好，那我想跟那个大提琴老师有一点呼应哦。我本身是卖录音设备的，那相较就是我是要求声音的，那我怎么在工作跟我的休闲上去来去自如？用一个方式就是。当我拿到一张新的 CD， 我需要去听它。好，当我认真听，我认为我在工作，那跟这个工作有关，我会把它记下来。OK， 我在这张 CD 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什么，我会把它写下来。那如果我第二次再拿出来听 ，OK， 我会再把上次的笔记，或是已经放在脑袋里面的记忆，把它叫出来，看我这一次又听到什么。这是我自己的找出来的方法。那如果我今天是在做事，或是我在休闲，我其实就有个音乐听，甚至我在搭车的时候，旁边的人很吵，我也会把我的
的 MP3 拿出来，因为曾经有我去帮一些学生上课，他们跟我说，老师，请问你听 MP3 吗？因为 CD 跟 MP3 的音质是差了10倍 ，OK， 这档案的大小差了10倍，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效果会差多少。那我跟学生回答，我说你只是听个有声音，而且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个 MP3， 就是个 MP3， 有个声音让你可以跟外界隔离就好了，这样。那这是我对声音的想法。那自从开始去帮管弦乐团控机，就像今天的角色，我来这边帮忙控机，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流行音乐的丰富跟层次绝对比不上交响音乐，尤其是那个交响音乐里面那个穿透力，绝对大过于你听过的流行音乐。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录音室看到，录音室是用了48轨的混音机去把很多乐器咪成2轨，让你因为你只有两个耳朵，所以咪成2轨给你听。可是你听到多少音乐？但是交响乐团里面的乐器，我相信几十种或是几十把，所以那个穿透力跟那个，在我没有去控机以前，我不能理解，不能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是外界，就像我今天来这边，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我可以来这边听到一些不同于我或是我熟悉的经验的东西。这是我今天来一个很大的感受。那另外我还想跟野村小姐讲，是说我跟你一样，我都在这个行业至少10年，但是我很想告诉你是，如果你没有过去的那些基本功，我今天不会称赞你的眼神可以这么勾人。那相较于我的专业一样，我也在这个行业10年，我也听了10年，再加上我又走进交响乐团的控机这个领域，那个感受是很深刻。那至于传统跟创新，我觉得传统是比，就像人家讲，青出于蓝胜于蓝，你的基本功要对，要懂，要正确的，你接下来的发展才不会歪，才不会偏，甚至让人觉得你做的是什么。那这是我是觉得不要去太介意别人怎么想。就像我每次听 CD， 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听到跟我上次我又多听到一个我上次没听到的东西。这个是我很深刻的感受，那也跟大家分享，谢谢。还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有没有人要分享？分享一下，或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谢谢。有声音吗？其实因为我刚刚听到现在，我感觉就是听到是大家在探讨都是有一个基底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延伸，比如说就是在探讨文化跟艺术。那我自己本身，我可能也不算是艺术创作者吧，我是一直都在画插画这样。那最近我碰到的问题是，就是我也对这个讲座会有兴趣，是我已经创作到后面，我其实搞不清楚自己在画什么。就是其实大家是喜欢的，要去迎合这个市场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可是其实我现在做了一个动作，是我要去追本溯源，就是去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因为到后面我觉得内化对我来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要怎样办到内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确定我的选择到底是人家社会给我的一个既定的观感呢，然后让我觉得说，哦，我下意识的感觉，我这个反应就是我做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说这个选择是出于我喜欢的，我想要去表现的东西。那其实今天我也想要知道的是，就是你们怎么样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呢？对，这是我想询问的。其实刚刚那个，刚
讲到中间的时候啊，我有个感觉是，其实有，我觉得在从事这个工作，我真的很不喜欢讲工作，但是在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其实都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你讲的是很正确。今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音乐人，然后大家就要赋予你一个框架，就要照这个方式生活，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知道？我要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就是首先，我刚刚讲了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当你选择音乐工作室，它是很顺遂的时候，那就会有固定的收入，就会有不错的生活，这是一般人认知，就是认为这样是很好的。但是当你这样子的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说，其实这是别人在你身上加上去的一个框架？那你刚刚讲到插画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也是一样会面对到所谓的市场跟你自己这方面的，我觉得这方面的分歧跟转变。但是我分享我的经验，当你一直在做，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我刚刚讲90%的时间我都是在做跟古典音乐有关的演出，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大家认为在大乐团里头有优渥的生活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我选择的是我经营我自己的乐团，我要做的是我要把我要的音乐传给别人，我要把真正我心里面的对音乐的感受跟感动跟别人分享。我跟你讲，这当中有很大的落差。当你在做一个演出，演出的听众只有20个人，跟你在一个音乐厅里头有200个人跟2000个人的时候，收入是差非常多的，但是那个感动程度也差非常多。最后我选择的是，我只在20个人的空间跟他们分享这么近的距离的音乐，因为这样子他们最能感受到我想要给他的感动是什么。那这时候我变成要跟市场做一定的区分。那做了很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要不要继续拉大家听起来都会很嗨的东西，还是我要选择的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音乐，然后我要给你，这是两件事情。那刚刚陈老师有说，要做这样的就生活就很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丰富的是我的内心。我觉得今天做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我如果没有办法给别人很丰富的我的内心，我就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要的东西传给别人，理解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有些人是一直要跟别人取暖，但是有些人是一直在给别人温暖，那今天做表演艺术工作者，他要一直有能量，要给别人东西，给别人温暖，那别人才会感受到我想要给他的。就像一个是做画画的人也是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人都是从事跟这有关的工作，那他要一直去充满他自己内心有的东西，他才可能画得出来。那音乐也是一样，我要一直，所以我跟你讲，台前是一个样子，私底下我要花很多时间恢复我自己的能量各方面，然后我到台前，我又有办法把我的，我曾经碰过一个困境是，我一直拉某些东西，跟某些固定的人合作，结果拉了10次、20次之后，我发现我的自己的感动度不见了，接下来我就会停止拉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都不感动，我要怎么感动你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为了迎合社会要赚比较多的钱，那我只要去做商演就可以了，然后拉大部分人觉得很好听的曲子，然后穿得光鲜亮丽，我跟你讲，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走不下去，因为这个路太容易，大家太容易去复制跟模仿的时候，我只能讲，你没有自己心里的一个标准，跟你真的想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具有。基本上，我觉得这样你可以理解我分享的东西吗？我觉得创作
后最重要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根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在画画，就是画油画，然后油画的时候我也是画了很多之后才找到我自己要画的东西。那怎么找呢？就是找我自己的根，我找到了我就知道那条是我要做的。然后你的左后方那个也是画家，所以你可以，他叫郑文老师，可以跟。然后你的旁边董林是一个很厉害的画家，所以你们可以交流一下。然后董林的旁边呢，董林的旁边有一个人，董林对。然后董林的旁边呢有一个那个冒失的设计师，然后我想说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好，因为他是在英国做他的那个冒失，然后回来台湾发展，然后在台湾发展的他不会去设计那种就是大家戴起来很流行的那种帽子，他去设计了一些很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东西。那他其实遇到的困境比我们还要惨，因为在冒失在台湾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小，现在才由他开始吧。因为我今天本来没有时间画。我觉得今天我想要回应几个事情吧，如果这样讲话，我刚刚听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回应刚刚那位先生他说的传统跟创新这件事情，那也相对应就是现在我们在所谓的市场文创之类的，我觉得我们讲最基本的，像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创作者，你可以有自己的创作，在角色扮演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玩过什么 APP。做那个做桌游什么的，你都扮演了某个角色，你都曾经有在一个游戏里头当过一个某个人物，然后你也有你自己的装备，你有你的服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在创造一个角色。那所以我觉得在创作跟创造一个角色来说的话，其实在生活中每个人，包括不是只有你的日常生活，你抽离你的日常生活到一个虚拟世界，你也是一样的角色，甚至你养一只宠物，你帮这个宠物的角色做一个塑造。所以这些其实真的也不管是虚拟还是实境，其实都是生活上的部分。所以真正什么叫角色，其实并没有，它其实很模糊的。再来就是说传统跟创新这件事情，为什么创新，我觉得创新跟创造不一样，创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要旧你才会有新。那所以我因为我之前包括我做剧场的服装设计也是一样，我跟野村他们合作，跟面剧场合作，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合作，其实我觉得在面对我不同的我遇过的不同的演员，不能说很多，但是在我遇过的人当中，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出来，像野村这一类这种创新他们可以做创新的这个挑战的部分来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传统的 background， 他们在这个他们有这个底气，你有这个底气，他虽然不是说哎我很自大或很自信，而是说他已经曾经在他生活学历里头至少十年以上的功，所以人家说台下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这个十年功，他才有底气去说我在做创新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可能现场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那大家在做自己不管是学习或者在摸索自己的时候，可以去想一想，我今天要做个创作者，还是我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角色。那在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能够做创新角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像野村或者是新平这样咬着牙先积个十年功。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在很多想象上会，尤其是被现在台湾的三号文创的这个大的一个光环就忘记了说哦，我们在做文创都讲到这个创，那就是回应到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创新这件事情你真的要想让自己沉淀下来去练个十年功，那这十年功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你才有办法去说创新这件事情。但是在任何一秒钟我们都可以创造一些东西，那可能你在创造过程中你会遇到有十年功的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合作去做新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其实就回到我刚刚说的社群这件事，它就是在这里头发生。那如何把这些连接到未来，对于自己你要影响自己个人，你要内化，还是你要影响大众群众，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面对最大的课题跟挑战。那在包括我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在跟不同人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都是吸收，然后包括我们每次出来看到不同演出跟表演，还有听到大家不同的分享，
其实都是会让自己去再去思考，我现在这一刻，我这个角色，我在做这件事情，或是我在扮演的这一个我自己人生中的这个角色，我的姿态会是什么？那化妆，你要给自己什么样的妆？不是，就是大家眼睛看到那个妆啊，有时候你要武装到自己。那所以像我，再说到更这个是比较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感想，这是我的感想。那再说到我们再说到剧场的事情，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会很好奇。那在专业上的分享，我会跟大家再分享说，当我们在创造这个角色，就是刚刚严春说的，背后其实就是一排人。所以其实我们这种做幕后的，通常我们那个服装设计完以后就应该给他们，然后我们就在后台里，他们就去漂漂亮亮的噔噔噔，然后回来噔噔噔，然后我们就很忙的，其实很忙在后面帮他们拆啊，帮他们弄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幸运，可以在这么跟演出者这么亲近的一个环境中去接触他们，去跟他们聊天。那因为台湾在所谓的剧场或小剧场这一块，其实一直不被重视。那全部都是其实很多人我相信在座各位第一次体验这样的一个演出，但是当你体验完以后，我相信在不久你会有一些自己的发酵。那我也很希望说大家能够再多进剧场，因为其实剧场的票好便宜哦。对，然后真的去不管是怎么样的去体验那个真的是人面对人的这个感受，而不是只是在荧幕后面，荧幕前面，对不起，在荧幕前面去自己去想象，你们可以去看，甚至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很喜欢剧场的人，他可以同一个剧他可以看。比如说他演个三天三场，他都可以看。为什么他没有等着看演员出彩啊？或者是说，今天他们两个的互动会跑出什么新的东西？其实那个就是跟你在看一部电影，在对着荧幕在看一段录影带或是 MTV， 你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你看得到是真正的人在上面，不管是犯错还是做到完美，那一个东西才是剧场最珍贵的东西。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就是刚刚听到后面子小姐，然后就是她的分享。那刚才提到传统的创新，那因为我是第一次看的演出，就是严格来说，那我第一次看就是野兽小姐跟音乐家，就是有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冲突的演出。我从一开始看我就觉得非常冲突，就是我可能在我印象中，我也怀疑这是传统的吗，还是创新？那就是我想问你，就是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在你的表演，它是一个结构的过程，还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就是像刚刚各位前面各位先生提到，还是对你来说，它是一个相互，我既在建构，我也在结构。是这对我来说，非常好奇。那我前一阵子就是我才就是我就是怎么讲，看过那个音乐家，就是静默的那个四分三十三秒，这样可以。我很好奇，就是他的表演，他是在建构还在结构？那就像是杜象，他在一个他签名，然后他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艺术品，然后被大家所模仿。那对我就是我也很好奇，这两者跟野村小姐的表演就是之间的，就是有没有任何的共同性？就是因为像刚刚后面苏小姐提过，他是一个传统。创新必须要有旧，才有办法新，是要有基底。那对一个是怎么讲？门外汉如果不是在第一次看这样演出，我的印象就是它可能是传统的演出啊。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个音乐？就是对，因为对，那就是可能我的疑问跟一些想法。刚刚就是我跟那位先生一样，就是我被演成就是吓到。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演出？它是传统吗？还是它在逃脱？就是像对先生说，他跳出这个框框，然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然后被什么理解判掉什么之类的。那我的疑问是这样，请回答。
它其实是在一定要有传统的累积之上，我才有办法去处理。没有一个很吊诡的讲法，就是它同时间是建构的，它也同时间是解构的。其实也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当戏曲本来戏剧本来就有音乐的部分的时候，你选择跟什么样的音乐合作，它其实会跟你会不会跟观众所看到的表演形态或者说感受有关。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预设了豫剧或者说传统戏曲一定要跟传统的乐器合作的状况下，我们才会觉得哎，今天好像很 surprise 的，很有趣的，我们跟大提琴合作，那大提琴表现出来的音色跟好像听起来跟胡琴啊跟铁管啊所传达出来的内心世界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把那个麦克风 pass 给音乐了，谢谢。其实啊，这是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刚在那边那位先生。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群朋友一直在做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说。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业界里头有很好的过去传统的这件事情，但是刚刚你会觉得有点错乱，因为他的剧跟音乐，事实上这个东西你已经被限制住，你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你觉得应该可能是怎么样的音乐，但是这时候如果你抛开一般人给你的既定的印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音乐不论他换了什么乐器，他都在做相同的东西，事实上是这样子。那你刚讲到那个你听到的那个音乐，对，他其实也是在做一个创新的东西。对，那他很有趣的是你从头到尾就看到他们音乐家站在台上，然后不会发出任何一个声音。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一般的人，尤其是现在，他要的东西就是很多的声光效果，跟很多眼睛看到的东西，跟很多感官上的刺激。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听不到真正的感动，你听到的都是表面上的技巧做出来的东西，就像刚刚野村做的某些很技巧性的东西，我拉琴一样要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不然我拉不出刚刚有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都抛开的时候啊，其实你回归到最内心的时候，其他真的是，这时候大家都没有想象力了。为什么小王子的书啊，很多小孩看不懂？因为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他没有空间，都塞满了电影，塞满东西给你，所以你不会有空间。那音乐也是一样，你坐满了就没有空间。他刚刚野村的表演也是一样，所以我刚刚说罪魁祸首是人面剧场的总监，他已经逃上去了。对，就是一开始他来做这样子的东西，刚刚所有的音乐都是我都没有想好的。刚刚野村刚讲的镜子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他最后要把镜子拿起来下去，所以他有很多的段落是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在台上他要做什么。然后事先没有排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演出是，其实是当时我在台上才会知道他接下来的动作是要做什么。然后他，比如说刚刚我解释一下，当他有很多的动作，其实最后他把头花拆下来要靠近我的时候，其实我很害怕。对，那个害怕是一种心理，当时我已经进入那个状况，所以他要接近我的时候，我不想要让他接近我。然后，所以我用音乐告诉他，我并不想要你靠近我。对，然后他又靠近我，帮我别上去的时候，其实我很不舒服。然后不舒服之后，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他就拿镜子，他要下台的时候，这时候我要切换成，我要跟他一起延续那个表演到他离开为止。这个东西在一开始其实都是没有讲好的，所以大家刚看到的东西只是我们用很纯粹的、很自然的心理去呈现出来的一种表演艺术，
所以你说它是传统，它有一定有很深的传统，不然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表演。但是它是不是创新？因为都没有排好，所以就是很创新。身为一个观众或是接收者，我们如何生出，这种化妆术所呈现的抵抗力？就比如说，之前有在看到有选举团队的人在讲，他们会用一个很好的行销包去包装他们的候选人，甚至可怕到候选人相信自己就是他们塑造成的那个样子。然后，也有像就是本来一直在推他的一套论述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突然换了一个正美照之后，他的传播率就突然大增。然后就是好像我们很容易被这种媒体或是被化妆出来的形象下暗示，就觉得去受到这些标签化的影响，然后。有点就是像刚刚那个美杜莎的实话，就是我们的想象都已经被限制，然后可能爱情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子，你就会觉得哦，我的爱情也要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不可以更细致的去？更细致的回到我们到底生命，其实它有更多的想象跟可能，而不是。就是那样子，就是一个浪漫，那样子就是一个美好，或是一个追求 的方向。然后，如果我们不被这样单一的审美的霸权所僵固的话，拿回每个主体的多样性，我们也甚至可以反过来解放，身为创作者，去让他们不要再去追逐同样的一个单一的标准。其实这个我不太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只能讲我接收到的感受。我觉得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得很单纯，放得很自然。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说出来的话，你看到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接受。好比说你说出来的话，就不要太去修饰你刚刚的整套化妆术。你看着你的脚本，你设计好，也是你自己的导演设计好，你写下来，然后你念出来。我说念，不是说讲，你念出来给我们听，这就是一套化妆术。因为你给我们的感，你要给我们的感受是你刚念出来的那一段的化妆术的东西。我的感觉是，就是每一个人回到最单纯，像小 baby 一样。我来回答你刚才问题的，觉得这是政治的，是哲学系起来是很开心的哲学，因为学习的东西嘛。那个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马桶，就是一个签名，就蛮像的，就是一个就变成在MoMA美术馆变成一个喷泉。那事实上是在西方来讲，因为西方来讲当代艺术，他们就是比较属于就是跟那种。他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启蒙，是启蒙。那刚刚就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新平跟李飞他们的表演，包括刚刚跑上去瑜伽他们那个练习盘，那其实他们结合了一个，我刚刚也提到说，东方跟西方的他们的美学对空间的诠释哦，因为我们一直谈很多的艺术的时候，都忽略空间这个东西，空间变成是一个教堂。或一个公共团体被讨论，而不是在艺术里面这个东西不见。那其实听说我们有时候如果在这跳到要接触到舞蹈表演的时间跟音乐这个时间的关系，它还是要回到空间。那当然就是说在华语的世界里面，它
它肢体的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诠释空间。好，譬如说你在看古典戏曲里面，它就在脚那边跨，它就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耸入一尺，就表示它要转，要起程的。好，那蹬你一下，那个就是。是丑角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是华语系的对抽象想象的符号的一个代词，那西方来讲，它讲节奏，我刚刚讲 tempo 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就是用这个 tempo 来呼应，就是说刚刚你提到就是说 John Cage 那个他表演的是不是要不动，其实他要谈的是古典音乐，他也是在诠释一个节奏。开化的东西，所以，那其实，在那1970年代的时候，当然，他们这就是从就是 John Cage 哦，他的把古典的表演，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所谓的就 Jason Voice 哦，就是 Voice 哦，他那种 social culture 哦，他是他可以在一个表演场里面哦，放一只狼，然后他拿一个拐杖哦，然后弄一个羊毛哦。假装是一个牧羊人，也当刚是羊的概念跟狼生活在一起。他谈的一个是一个耶稣的天主教那种所谓耶教的一个传统，对说所谓的驯服与权力结构哦这个东西，然后跟狼的对话哦，就他说你要跟狼谈政治是人类跟动物之间的沟通，那是没办法沟通的，那只要用透过第三者哦，就是说。一种人性的很多的权力符号的东西去谈。那另外一个蒙内亚，蒙内亚基本上是当时的印度的西塔琴的很重要，他也把印度的所有的那个的古典的旋律，那个旋律是跟钢琴跟那些旋律又不一样，但是他也把它破坏掉，就是他们可以当时在一起做这样的有趣的整合。当然，另外一个是韩国的南尊拜，就是白南准。那因为那时候亚洲台湾就是亚洲四小龙是全世界最大的所谓的 digital 哦，就是电视的那个输出国。那以前我们传统的看电影就是看电视就是一台电视哦，它可以把40-50台电视一起让你看，就把你的焦距解构掉，就是所谓的线性思考。那其实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谈到就是线性思考，就回到刚刚这位同学他讲的所谓的对话的东西。其实 ，performance 包括剧场，包括空间里面，它的即兴就是在谈一个新的制度，它一定是在对话里面衍生以后。当它是衍生一个制度和谐以后，它下一个就是生灭的关系。下一个是生灭的关系。它另外还有，当它热情不在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僵化的信仰，所以说你爱他在下一波的，这是人类的所谓进化论里面很有趣的，包括卡夫卡存在主义，他在谈的一个变形记里面也谈这种概念。那所以说，人的身体要透过不同的操作里面去体会你的经验对空间对你所接触的碰撞的所有的可能性，然后产生另外一种感知。那其实如果说当一个系统它变成一个制度的时候，其实。它已经离人是越来越遥远，它是被一个类似一个机器，所谓的国家机器或者一个商业机制去控制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人的自主性就不在了。那艺术其实也是一样面临的这个问题，当它变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他角色也不见了，他会被操控的。就刚才讲我们这个角色，当他已经符号给你极度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解构。但是你就是到最后，你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表演者、剧场表演者，尤其在第一线的，尤其在到最后他没办法，对吧？尤其在好莱坞的最多的，到最后都是自杀，太多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说，当然在这个在那个所谓的空间里面，就是现实空间跟抽象空间跟一个抽离的，你在这个你的主体性的东西，在这位格主从关系里面不会接触。但其实政治对话也是这样，包括社会团体、社群这些东西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其实，所以我在呼应最后，就是说，其实我回来我就蛮感知，就是说，在 Voice 就是人之学，诺多斯跟斯坦德他的人之学那个这概念，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一个
一个地方的民众，他如果喜欢艺术、尊重艺术的时候，他的民主机制就产生了。我只能用这样来对比这个，就是我最后的诠释，就是说，其实当那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就是你不了解，但是你好奇，你愿意去了解、去喷出、去沟通，而不是拒绝，或者是一个用权力去压榨。啊，这个东西就会慢慢会变成一个和谐的东西出来。哦，然后对，甚至对你的晚辈，譬如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的父子关系，包括我们刚刚谈的妻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其实那是一个整个结构的，就好像一个蜡，当那个蜡它塑形的变成一个雕塑的时候，它冷却以后就变成那样的德性。那永远就是那样，你不要动它永远，但是你给它一个热情的时候，推翻它的时候，它就会解构。那这个东西我来呼应，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大选完后，其实不是愚公移山，是造山运动。哦，就是我们已经做了50年的愚公移山，就无谓的投票，哦，无谓的，那是一个愚公移山，那只是一个慢慢挖，那时常挖不走，因为它又回填了。那现在干脆不要，海啸来临以后，我们就重新造山。哦，那可能10年、20年后，我不晓得。另外一座山是什么？哦，那是另外一个创作者，年轻人去做另外一种可能性。OK。好，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没有哈？有没有？没有了。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化妆术，我觉得他应该讲广义的来说呢，它可能是一种论述的方式，它也可能是一个形象。那就是像你讲说有没有抵抗的方式，其实你不相信它就是一个抵抗，对，就是你不要去信那一套逻辑，或是你就是你知道它是一种好像对你来讲不是那么真实，那你就去试试看它那个真实到底是什么。应该我觉得就是你要去思考吧，那个东西跟你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那什么才是真实的那个东西或是那个人。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要不断的去做思辨嘛，我不觉得说有一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它就可以我们就是这么的聪明，这么的容易，就是会完全是不会去相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不会去相信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可怕的是说，尤其它可能是好的层面，可是有时候可怕的是说它渗透到我们真的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那当你每一个面向你都不能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沟通，然后不管是在政治层面也好，公共层面也好，甚至你自己的私生活的层面也好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我们要的真实，我们到底是还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我觉得今天谈到了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那也有说自己个人的自己的一个理想的追求，然后还有就是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从小到可以小，可以到小到很小，跟个人有关；大可以到跟大的整个就是公共，然后整个台湾啊，或者是整个文化的东西都有相关的地方。那就是这个词可以值得大家再继续思考的部分。那就是如果说喜欢野村他的创作的话，也可以继续发我他的脸书，野村的那个创作世界嘛，对不对？对，他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他有好多个系列，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去再跟他就是多做交流这样子。然后新平的话，他也很特别，因为就他就是他们就是他我那时候去看过他一场演出嘛，那他就是他的是新艺术三重奏，对，然后他还有一个小提琴手，然后还有一个钢琴家这样子，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就是这么近的跟群众做近距离的接触，他们就一起演出他们就是喜欢的音乐给大家听。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喜欢他们的的话，可以继续去 follow，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东西，很特别。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跨域的那样子的一个尝试吧，就是你们可以先去欣赏，然后就是如果甚至哪一天你们都是创作者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就是不要把每个空间或是每一个东西都定义的那么的清楚，就觉得我今天只是这个职业，我就好像不能去哪边。就像现在文青咖啡店，难道他就不能让老人家进去吗？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歧视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感觉，对吧？就不要有太多过度的想象，或是先做一些什么这样的设定这样子。那就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讲者，然后还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那我们这个空间还可以留到5点，所以如果你们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讲，就是可以再继续聊一下这样。